大家好，中国语 HSK 三级听力训练现在开始。每道题听读两遍后，根据提问找出最恰当的答案，并在字母上画圈。请听题，第一题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也不是。我看你好像胃口不太好，所以准备了点儿特别菜。我早就流口水了。问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再听一遍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也不是，我看你好像胃口不太好，所以准备了点儿特别菜。我早就流口水了。问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C，今天什么日子也不是。第二题，寒风把我们吹得直哆嗦，可不是吗？车怎么还不来呀？可能误点了。大冷天该多穿衣服才是啊。问，现在可能是什么季节？再听一遍，寒风把我们吹得直哆嗦，可不是嘛？车怎么还不来呀？可能误点了，大冷天该多穿衣服才是。问，现在可能是什么季节？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冬天，大冷天嘛，所以是冬天。第三题。今年你有什么新的打算？我想到中国去开服装批发代办处。好主意，预祝你心想事成。谢谢，但愿万事如意。问：B 到哪儿去开服装批发代办处？再听一遍，今年你有什么新的打算？我想到中国去开服装批发代办处，好主意，预祝你心想事成。谢谢，但愿万事如意。问：B 到哪儿去开服装批发代办处？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，中国。B 到中国去开服装批发代办处。好，今天的中国语听力训练到此为止，下次再见。